虑的快乐。给你们准备了每人一套校服。谢谢姐。换衣服吧，那一会儿见。董校长想出的这个主意非常好。我从小可喜欢穿校服了，校服老凉快了，还不怕糟践，埋汰就埋汰。你看这绷的全油点子，也不心疼。你怎么扣成这样？扣上。你的领子翻了，后边。故意的，学生时期总有会。总有几个不好好穿校服的。怎么咱家都只穿上半身啊？咱都自带人设。陈宇就特别像那个班花，然后就是很漂亮，然后但是学习不太好。我小时候学习很好 ，OK。哦，我就属于那种高中放飞自我的那种老学长。你就纯属就正经八百，你蹲五六年了，对你都得。你呀，好好学，别跟我一样。看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太青春了！我从来我说我二十八年没有穿过这种。哇哦，丹丹姐，怎么样？这个小卡子好吧？还带着发卡。哥哥，我们这回来拍全家福。行，来吧，来。那弟弟呢？还 call back， 还在这个梗里。老师好。哎呦，这造型就是不良少年呗。那个你叫吴牧野是吧？对。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过来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过来。要打仗去了。过来过来，聊。全双马尾呀。啊，太可爱了。很久没扎过这种辫子了。因为平时生活中如果你真的扎一个这样两个辫子，觉得你干嘛呢，神经病。但是那一天大家还都觉得挺是那么回事儿的。集合了，同学们集合了。Let's go。 不是，传俊哥是咋的，很像那种学生时代完全有总有个很怪人，完了夏天穿很酷。冬天那不也是吗？冬天穿短裤，夏天穿棉袄。还是非常有那种艺术家的感觉。看咱校嫂。哎，学校也真有一个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爱打篮球，裤子必须得提到一半，撸起来一只腿。很像毕业了很久的同学，然后回学校校友会的感觉。今天是儿童游戏日，大家都说嘛，成年人的世界不快乐。然后我就想，今天大家能穿上我们久违的校服，梳上这样久违的小辫子，做我们久违的这些小时候玩的游戏，希望大家保持一颗童心，找回无忧无虑童年的快乐，做一个快乐的成年人。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做一下第二套广播体操，雏鹰起飞。来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那个前后相隔一米。那俩一会儿扣分了啊，那俩。做健操偷摸拉手是怎么回事？龙哥。站对了。那来，萱姐。萱姐来了。那开始了啊。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。能做点初中生的吧？这个可难了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哎呀，真难呐！七八二三四五六，现在运动。啊，我记得这个，我以前还是领操员。我以后要去滑冰，我要当世界冠军，我要当武力。大静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？我想跳广播体操。新鞋很好看啊。我爸爸昨天给我买的。我这双鞋就比你这鞋好看。我踩你鞋。你踩我鞋。踩你鞋。我踩你鞋。他们咋回事？这三个。你们能不能别说话了？你们不做，人家还做了。
哎呦，我的妈！老师，他俩打起来！老师，有人打起来了！我告诉你，放学别走。哎呀，别碰我！不是好朋友吗？再也不跟你玩了，武大靖！哼，别碰，别碰！讨厌！好，那我也不跟武大靖玩了，我跟你一队。哼，你们两个不跟你玩，我橡皮再也不借你俩了。他不借我呀？停！停！哇，好难的！累了，出汗了。这个时候一般就疯狂的跑往教室跑。不是我们都先集合，整队，整队，赶紧走。解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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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散了。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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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。干嘛去了？过来，这是哪个班的同学？啊，没解散啊，我也解散了呢。哪个班的？这老师都害怕让校长出面了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不想去，他俩非得拽我去。哎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，武大靖同学？把他让他们去教导处。你们这样，你们三个人蹲在这儿。蹲下好像不是学生干的。我们一蹲，总觉得在做无实物。我们班的三个男的不能给他们任何会捣乱这个风气的。我是领操员，在读书的时候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虽然成绩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不要辜负老师的期待。所以当老师觉得你应该是去领操的时候，你就要认认真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。可是你今天那个校服穿出来像一个校霸带着一群好学生去闹事儿。哦，是吗？哦，就是有时候稍微颠覆一下形象嘛。而且就是有王鹤棣这样的同学在的话呢，我确实也要保护一下他的形象啊。丹妈演校长然后批评我们三个的时候，哎呀，我那一瞬间真的有点那种穿越的感觉，因为那个是我上学的时候老体验的一个事情。我们下面是那个丢手绢啊。行了，丢手绢你们仨过来吧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我们拉成一个圈。好的。老师，我请假。你先请假了。好嘞。可以松手了，围成一个圈就行了。不松，不松，不收，我们不收，一直牵着。老师，有人谈恋爱。谈恋爱啊？谁和谁谈恋爱了？这两个。什么？你跟他谈恋爱？你又汪苏泷是吧？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，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。哥哥，没事，我挺你。有啥用啊？有啥用啊？你叫啥呀？哎呀！哎呀！你咋的？咋的？哎呦我的！兄弟，称你。哥哥，我怎么称呼？我也称呼你哥哥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有哥哥？你不要，不要跟他们打了。你不说话，我以为你是他爸爸。你还哥哥？哎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丢手绢啊！Thank you.